来，我们呢前方的朋友，我们尽量往后退一点点哦，因为等一下呢会有我们的大型的一个舞蹈要来做演出。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第二天的一个呢我们的本馆店开幕庆的一个活动，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那今天一样邀请到了我们三位非常漂亮的舞者，为大家呢带来我们这个阶段呢非常精彩的舞蹈。那今天他们为大家呈现呢非常好看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的舞蹈表演，所以呢欢迎大家共同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出。那来自呢我们的有够便宜，我们的欢庆开幕的日子在我们今天呢由我们的舞者们为大家带来我们精彩的开场舞表演。来，我们欢迎大家目光移到我们的现场来，谢谢。